刘总今天还要再上庭，还是不是还在补充什么东西吗？出场今晚精神，二楼报道，精神未歹。我不觉得这个时间这样子态度很冷。县长，那么频繁的开庭，这身体受得了吗？让县长走下来的，我们旁边报告。县长，县长，县长走下来。